咱婚姻观是农业观，但是较可惜的是，原来只有三间科技大学。为着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目前这三间科技大学拢有利用生物科技系来发展农业，尤其是伫有机农业的部分。最近，环球科技大学就特别邀请有农业专长的中京大学副校长吴进文来演讲，指导农民朋友来重视有机作物的管理方法。吴进文表示，咱台湾真早就开始来发展有机农业，但是伫个住宅方面，赶袂赴农民的需求。新发展的脚步有受到淡薄的影响，但是现在也是有真侪机会。昆林县是农业大县，但是县内却只有三间科技大学。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包括昆林科技大学、虎尾科技大学，还有环球科技大学，都需要开办相关农业课程，参与昆林的农业。环球科技大学哈，身处在云林县，云林县是农业大县。那我们学校里面也有生物技术系，啊，学校里面也有实习农场，哦，那也有相关的农业课程，所以基本上对于农业的关心是学校一致的共识。那今天有机会哈，配合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邀请到这个中兴大学黄副校长来演讲，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尤其他针对的是有机农业，那有机农业也是现在社会所关心的。环球科技大学最近嘛配合云林县政府举办有机农业管理，中树农业已经有二十个当个廖顺凯，已经是有机农业前辈，但是伊赶快来只上课。因为这是做有意义的工作，即吼用把咱家己那个消费者吼身体健康啊，环境如何？啊，可以对有机讲会拄着挫折无？拄着做者迄个栽培管理的技术，啊，个迄个买家的那个寻找不到。所以现在透过上课来解决学习上的一些问题。因为以前在读册的时。的问题，即马爱过来复习。即处真系演讲的中兴大学副校长吴进文，故乡伫云林，因此对农业是相当了解。伊表示，有机农业真早就开始推行，但是过去住宅发展较慢。不过即马做有机也是有未少机会。这有机农业的栽培吼，现在是全世界吼大家都很重视的一个课题的。但是因为我们云林县吼是一个农业大县吼，只要我们进行整个农业的栽培管理体系，从这个。土壤、水，还有栽培过程里面用到最安全的东西的话，我们相信我们台中，在云林县推动有机农业，应该是可以顺利是达成的了。会长吴副校长毛讲到，有机农业检验是最后手段，重视有机，农民的态度才是源头。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